安安刚洗完澡，嘿，吴小成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老头有买月卡吗？应该有买吧？如果我玩牛仔的话，你们尽量选女生，好不好？牛仔的能力我忘记跟大家讲了。你看，像是这个马背英雄，哦，马背上的这个英雄会，就是说，不是这个，看错了，天性上慢。不喜欢操作复杂的机械，破译速度会降 10%。 但是呢，当牛仔与女性角色共同破译的时候，会展现育儿破译速度增加啊，展现欲会出现啊，就觉得哇，是女生，我要展现我男人的魅力，然后破译速度增加 10%。 但是如果跟男生一起破译的话，会降 30%。 那旁边这个嘛，丑男这样子啊，韩国人哇，这个人一定很强。完蛋了，我不要跟皮卡丘一起破译了。然后呢，我也不想救他了，因为呢，他这边还有一个能力，就是如果你用绳子救到人，然后救到的对象是女性的话，你可以帮这个女性抵挡伤害，好像不知道几次吧。但是如果是男性的话呢，哦，我好像很容易就倒了。反正就是有女生就是比较好就是了啦，女性角色。啊，那个感谢追随，谢谢，阿里嘎多。啊，其实说这只牛仔的定位，我觉得应该也是跟六鬼有关系吧，因为它破译速度真的很慢。六鬼跟救人吧，六鬼加救援，那这技能应该要点个破窗理论，感觉会比较好一点。而且我其实可以直接用绳索勾呢，如果他被那个的话，哪里啊？我来看一下这样怎么玩。他来追我了。Nope。我根本不知道牛仔在干嘛。等。啊，洗衣吧，太早挥刀了。隔刀斩。牛仔在女生的背上被打后，打趴如果是男生，每一下都有伤害。哦耶，太赞了。靠背还是被靠。No， 揍他！是哟。快跑、哦！先躲。GG， 搞不好 GG 也说不定。啊靠！被按错了。快点，互摸。我摸你，你摸我。我不知道这个治疗会不会有加成。牛仔好像没有这个能力的样子。女生的话，扛在背上是可以扛伤害嘛，对不对？我记得好像是这个样子。牛仔其实有瞄准镜，他的瞄准镜是帽子，有这东西。瞄准镜是帽子，帽子对准女性可以这样子背着走，是不是？他这个还有僵直动作，感觉不是很优。哇，那边有娃娃，会被发现啊！他传过来不就被发现了吗？那这新角色好难玩哦，看到鬼了！喂，把你带走了。
带回去，嘿嘿嘿，抱歉了，我是个色胚。好，我有翻窗理论 ，OK 的。好了，把你放下来。你看，我很 gentleman 吧？有没有很 gentleman？ 自己打自己有没有？还有些奇怪啊，人怎么不见了？啊，一个绳索的 carry， 绳索 carry 啊，我们前锋倒了。虽然很不想救你啦，但是呢，还是要展现一下这个新技能嘛，是不是？而且这要抓得很准哦，你有没有抓准拉不到哦。完蛋了，他椅子先出来了，好像可以拉狂欢之椅的样子吧，是不是？Oh my god！ 快吧，快吧！欸，这么近就不用拉了吧？而且他拉没有特效呢，好安静这样子。报名表在哪里啊？报名表在 YT 的社群里面。啊 ，YouTube 我的 YouTube 频道那边，你可以自己稍微找一下。现在没有办法提供给你啊，因为我现在正在打。所以我觉得这只牛仔的定位应该是定位在救人，它破译速度其实真的没有很快，就算有女性也好啦，就真的也没有多快啊。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救人居多。然后之后有看到机器就勉强按一下这样子，就像现在这状况有没有？减10%的速度，直接就不用套了。没有啊，我想要试一下而已啦，因为这只才刚玩没多久而已，还没有看到它在椅子上能用套的方式是怎样套的，还不知道。就跟一般一样，只是这样把它拉过来而已。好，我们前锋哥，辅助角啊。所以说，你们认为牛仔是一只辅助角，把它定位在辅助嘛，救人的。哎，感谢水，谢谢，感谢洪水跟止水。牛仔救人距离8米，那也挺远的欸。那我可以个就是转身之后把我的队友拉过来，有没有定点拉人？但是这个要非常有默契，有没有？要非常的有默契啊！哎呦，这次开得很快，鬼在那边。我看会不会拉人。有没有？他就找不到了。一个神啦，有木有？哇啊！到底是谁要去破那个？啊，那边不行，那边有人了。医生说快走。我补你，你补我，互相摸摸。多好啊！我长的解析度好低哦。你说画面吗？还好吧。感谢雷凌实况台，谢谢。感谢你的蛋糕，好吃好吃。哇，可以变这样子，突然两个人按下去，同时按就会变成这样子。这是 bug 吗？有，要走哪里？好，我们去走这台好了。他现在应该还没有发现我们。欸，所以说真的，其实这个也严格定位成是辅助了。欸，因为像刚刚我这样拉救了这个女生，啊，这个医生，这是医生吗？好像是，
然后那个鬼完全不知道他跑去哪里了，然后反而跑去找前锋。哦，这有一种神救援的感觉嘛？啊，所以说门到底在哪里啊？我、哦、看到了，在那边，那边有娃娃，解一下，解一下，鬼要送过来了。啊，前锋嘞？这解掉了、哦。啊，不走了干嘛？要让所有人都逃脱吗？回家！我来了，快跑啊！快点！再被挥一刀我就没办法了，帮你挡刀，快点，快跑！哇哇哇！GG思密达，贪玩，叫他跑不跑？